蛤蟆我打不打呢？这饮马的英雄打蛤蟆挺费劲，你知道吧？他没有单体伤害，都是 AOE 伤害。我们打那蛤蟆可能不太合适，我们先打蓝，打完蓝我们打三狼，打完三狼我们打 F6，哎，打完 F6 我们打红，打完红我们去打石头人，打完石头人我们把人杀了，回头打哈那个回家出来打蛤蟆。先分析一下他们家这把哪路比较好抓啊？其实下路是比较好抓的。那就正好制定我们一波刷野路线，啊，河蟹不打，啊对，还有河蟹的，那就这样啊，我们先打蓝，打完蓝，我们打三狼，打完三狼我们打 F6，打完 F6，我们打红，打完红我们打石头人，打完石头人我们去打河蟹，打完河蟹我们把上路杀了，上路杀完以后回家，回家以后出来下去打蛤蟆，打完蛤蟆以后我们再打下路的河蟹，再把下路杀了，杀完下路再去中路，中路去完以后去他家野区游一圈 OK。好，这波直接来上吧，一会儿没机会了。这明显的是有眼儿啊！有眼儿没关系。有眼儿就算了。怎么有个小石头人还跑回去了呢？精神病是吧？他们家瞎子打野，那我们绕一圈，先扫一下看看有没有啊。他打不过我们，没事。但是劫来了，这就比较烦，这劫比这蛇女来的快。没事啊，可以换了，可以接受，换了也还行。先来个这个，最终这蟹呀谁也没打掉。你回头 A 他呀，刚才呀，这不回头 A 他，不用去了，追不到了，他回家了，不去了。我们继续，还是这个河蟹。哎，我回血了，没事，你给我打的，再回，再回。走位 QA 再 A 接个 Q 拿下，下路河蟹不好拿呀，回家了，回家再去下路河蟹。驾下路好像都不用我都打开局面了，还可以。这瞎子坚决不能让他把这线给他打了啊！那我得他杀他个鸡了呢，那我得偷你大鸟了。
这就比较的滑了，这。这他的惩戒比我惩的快了一点，我没惩下来，我操！哎呦！惩戒没惩下来，失败了。我寻思他刚才先交的惩戒，你知道吧？他应该没惩戒了，他又惩戒了一下。这惩戒好的有点快。可能是因为他上路那波没惩戒，下路这波他攒了两个惩戒就。刷一下野，升个六去下路。上了五级，这得帮一波了啊！吃一千长一智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有一波去杀这个木魂人，不是说他这地方有眼儿吗？我们这边从这边绕啊，或者直接从线上过去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挺烦的，兄弟。回家来个铁板鞋吧，驾！瞎着我估计要来中了，我往中路走一波吧。我是真没想到一个五级的瞎子找我六级人马打啊，兄弟。还偷他个大鸟。先踹一脚。靠我虚弱。瞎子是不是要来了？小心点啊！可以踩。对，没有视野呀。我感觉那瞎子指定在后边，百分之百。虚空已经标记。稍微再等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他们推到这个位置，应该就能杀了。杀莱玛啊！不杀莱玛，我们赢不了。兄弟，我全收了。哦，没蓝了。惩戒走位，走位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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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走位。没事，他交闪了，可以接受。
三项有了。下一件死亡之舞，米兰了。哎呀，队友炸了，我们这波三换三，三换二，还行吧，三换二还可以接受。再往下路走一波吧。我们这把就主抓下路了，上路咱去了也没啥用，中路也不好去，主抓下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可以越。你这潘森不扛塔，你让俺俩扛塔啊？干哈呢？哎呦我操，不朽盾弓。我直接把他杀了得了，让塔砸死得了。呀，这不是那谁杀的吗？这不是防御塔击杀吗？他扣着我了吗？哦，他扣着我了，那不行了呢，那就死了。哎，这瞎子这波还能再下路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没事，我们再来下路，今天我们就住在这下路了。挺准的，这老哈子。准是准了点，不过呢，你这波要是在这打野，兄弟，那我肯定得就得让你在这打了呢。铁男，我要有个红一打二还行。中塔能不能给他推了？帮你把中塔推了吧。偷他个鸡巴！我估计这瞎子不能放过这蛇女，俺们可能得来中路。帮他赌一手，算了，去下路吧。这波去下路还是可以的啊。这蛇女我管不了了，先把这赖妈杀了，再把这个卡莎杀了。那里边有针眼，我就不排了，这个交给队友排吧。姐，我估计应该是打不过我。看来我们估计错了，哈哈，我们估计错了，没估计好这个。
还是挺厉害的啊、哦、这劫的虚区还是有点高的。我感觉我的护甲吧其实挺高的，但还是差了点。我来了，你给我死，你找我单挑。我射剑打劫杀 ADC 盾弓杀奶妈，我吹你的奶。小龙可以要啊，来来来，有没有鸡啊？往哪儿走？挺烦人的这。嗯，这个瞎子他应该是要去打三狼或者是蛤蟆，我们可以蹲他一波。哎，我吹你的奶，往哪走往哪走，你让我 A 肉你还走得了？太吓人了，我哎，这可以杀啊，哪儿走，别抢人头，这辅助有点不像人了啊、哦！我这一看，走位，好眼儿，想把我踹回去，兄弟，手速差了点儿。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呢、啊、就不要玩那瞎子这种英雄了，玩不了。这英雄太吃操作，并不是说你抠的准其实就行的，抠的准这只是有一部分原因，那个需要你抠的准，光抠的准是不行的。走位，我要不要？你杀我？给个红吧，兄弟。你看这 ADC， 明白谁才是这把的 King？ 他
他就会把红给我们。来，我踹一手这奶妈。哎，我吹你的奶！想放大？那可不行。哟吼！吓唬吓唬他，得了，回家了吧。4000来块了。投降了，你感觉 ADC 难玩啊？我维恩厉害呀，维恩加强了。